生活够时尚。平时拍戏，他或者是最不可缺少的玩意儿。最不可缺少的物品啊，最不可缺少的就是新秀丽的行李箱，因为你得装东西去剧组。平时会特意弄自己的包包。搭配就是。怎么好看怎么来呗，简单舒服舒适。好看，然后。喂，好看，然后就是，能装的东西会比较多吧。作为新秀丽的代言人，您会喜欢哪一款？哎，就喜欢他们。这次新推出的这个 System 这一款，如果你有新下的计划，最想来深圳。之后会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在深圳游山玩水。关掉了。因为马上有新剧会那个开播嘛，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新剧？应该明年会，因为刚刚拍完一部《以命而伟大》那部电视剧，还有之前拍的《在纽约》，现在换了名字叫《我在北京等你》，然后应该会在明年过完年以后，陆陆续续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就是希望到时候媒体朋友们集体帮我好好宣传一下。这两个新角色是不是对你来说挑战各有不同？每一个角色，其实每一部作品，它都有很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这两个一个是民国戏，一个是现代戏，而且题材都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演起来都挺好玩的。有学到什么新的技能吗？新的技能啊？你说我最近吗？在戏里学到什么新的技能？开飞机。我一会儿有没有带课？一会儿六点钟上课。在金像奖就掌握了两个奖项嘛，然后在电影方面你是同学好，他正好在上第二节课，好吧？希望说我用六点多让他去接，好吧？好。我觉得奖项能拿就是一个鼓励，很开心。我觉得自己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随缘，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好的作品、好的角色，把每一部作品拍好，然后尤其是像电影啊，因为大家都是花钱去电影院看的嘛，也是希望拍的每一部作品能够大家走出电影院会觉得是值当的，然后也是能够通过故事啊，或者是角色啊，去能够跟观众有一些交流。有看，这就是灌篮。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年轻朋友都挺喜欢的，因为他其实挺热血，然后你像每一个导师都其实挺真实的，球员也非常的有个性，然后非常的有冲劲。我觉得我每次都会看，然后我最喜欢看的是那些花絮，我觉得他们配的那些音乐，我觉得配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意思。好，谢谢大家。再见，黄渤。
有经常来到我们深圳吗？之前今年哎没有吧？没有啊，那要经常啊，那是广州是吧？那有来吗？看大家都记好清楚了。有来吧，对吧？那以后要多来了。那我们知道默默也是第一次以我们新秀类品牌代言人的身份出席发布会。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心情要跟大家分享的？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像新秀丽说的这一句，做一个行星，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作为一个演员，有时候你需要去热爱生活，你热爱生活了，你才能把一些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感悟放到角色或者放到别人的故事里面。那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热爱旅行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跟品牌的这一个想法，非常的贴近。贴切就是热爱旅行，热爱人生了。对对。那我想问一下木木，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我们新秀力，描述一下，你会用哪三个词？你怎么像描述我自己一样？有型。同意要读下场一个。独立。坚韧。哇。我就说的特别好，大家同意吗？就像在台上不一样啊，跟我们的品牌不谋而合。但相信木木也发现，我们整个现场的就像一个浩瀚的星空一样。对，那其实说到这个星空呢，就很容易让人有这个形而上的一个思辨。因为我们深圳这个城市呢，也是非常的看重思辨，而且呢，与我们这个城市息息相关的有这个实践的精神。那也想问一下木木啊，在我们日常的出行当中，是怎样去实践身体力行做一个行星？怎么去实践？背着新秀丽的包去就好了。背着一个包去就好了。把你想要放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然后去每一个城市去感受它的文化，它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样就挺有意思的。一定要背上我们的这个新秀丽的背包，是不是？你得找一个比较轻便的包，轻便的，背着不会太累，因为你要走很多的路。新秀丽这一款包呢，就是这样。谢谢，非常感谢公公对我们的认可。那我们知道今天现场有很多我们公公忠实的 fans， 对不对？在哪里？好好，全场都是啊，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公公。前排没有举手的是吧？前排没有举手啊，大家。就忙着拿手机拍照了啊！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公公日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带粉丝问一个问题，想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活动啊，有一些广告的一些拍摄，还有一些杂志的拍摄啊。因为前段时间刚刚拍完了一部电视剧叫《隐秘而伟大》，那接下来呢也会有一段时间休息，前段时间也粉丝破了5000万，对，然后好像也来了差不多3000万来了。哇！对，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了差不多5天，然后。好心疼，很辛苦哎，这样。接下来有进一步的一些拍摄的作品的话，也会跟大家有个交代。谢谢，真的，其实平时工作都非常辛苦，我觉得真的有时间要好好休息一下。未来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公公，对不对？对。我们声音再大一点，好不好？对不对？谢谢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今天也是我们新秀丽官方商城正式上线的日子，那公公也非常的有心，提前在我们的商城呢下单了5个背包，想要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想不想要？想不想要？想。前面都没有问我说啊。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位呢都有。哇！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呢？哦，还有一位，没有吗？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中奖的我们会电话联系，好不好？哎，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这个奖品送上来，好不好？哇！刚离婚同款的。好，来。咱们面向这边，来自我们三个的这一款。
所以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有心，那我马总呢也有一份神秘的礼物想送给我们的品牌代言人，来有请马总。好，我们面向摄像机这边，他边这边这边是好 ，OK， 好。陈坤，你好。你好，你好，马总。很高兴跟你同台。我也是。是要想象什么的啊，你的这个对我们品牌的颜色影响了大家，我们希望你影响你的粉丝，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给你带来更多的粉丝。应该的，应该的。我想这个对这个做一颗星星啊，就对这个景色啊，我感到很感动，感谢。因为人在一生中会有很多这个顺利的时候和不顺利的时候，希望你坚持自己往前闯，就会走出自己的路。说得好，鼓掌。那今天的话很高兴，就说有这个奖品和礼品送给你，能够作为你作为这个作为一路代言下去。谢谢。好，来把我们神秘的礼物送上好吗？同款包包，对不对？这就很多所谓的明星同款。那我呢还是一个想多说几句，因为其实刚才我在路上给你解释过啊，这个产品呢是唯一一个带这个汽车减震的一个拉杆箱。这边汽车减震的话，作为这个技术，这个箱子用的第一次用，向来没有人用过。如果是你路途坎坷的话，让它一路向前。另外的话，这是最时尚的一个最能装的一个背包，它让你装进去啊，然后无忧，对，一路无忧。不仅装进你的东西，还能装进你的梦想。是装进你的梦想。梦想，梦想，清晨。好，来，最后我们有请二位，我们看一下镜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可以留言啊，看我们的摄影师，再次把热烈祝福、掌声送给二位，谢谢李易峰，也谢谢马总，谢谢。我们也将开启全新的旅程。好的，再次掌声送给二位，谢谢。好，就是要飞走了。谢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李易峰，也支持我们新秀力，再次谢谢峰峰，也谢谢马总。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朋友们，到这。各位的主持与我在座的各位共同来开启这样一场华丽的星空之旅。相信我们所有到场的朋友，在进到我们现场的那一刻开始呢，很荣幸今晚能与诸位相聚在深圳这座活力之城，共同见证一个属于星秀丽特别的夜晚。作为全球旅行用品领导品牌，无论是日常通勤，
里面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100多年历史的，不管是从马车旅行时代啊，从蒸汽机啊，从这个飞机啊，到目前这个一个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在每一个时代啊，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啊，不管是从这个产品革新，包括产品的设计这里面带领的新型，那么是它像一颗星星一样的啊，走到今天。那作为一个人啊，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那么在面临着很多种选择，如何去敢走敢闯啊，走出自己的路啊，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啊，是一个挑战。那就像是一颗行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个星空中也是一个样，做一个星星呢，体现了这种精神。因此说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品牌理念的解读，在这个时代里面呢，说做一颗星星是最好的，表达了我们品牌的理念。当然，作为一个品牌来说，我品牌有它的理念和精神。那么排辱气人，说一个人对一个品牌的表达，其实他的这个行为，他对品牌的这个诠释，那最好的体现了这个品牌。比方说他的假设，甚至他这个本色，都体现了这个品牌的精神。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选的代言人呢，是我们认为是比较符合我们品牌精神的。OK， 那这次在那个广告大片当中有做了一个行星的召集令，然后能跟我们聊一下它具体想传达的是什么呢？首先来说，我们这次首先有两个主要的产品发布。那第一个产品呢叫Evova，是一个拉杆箱。那么这个拉杆箱的话，不仅是它从这个外形设计包括材料的使用上是比较高科技，另外的话它的特点是一个我们第一次把这个作为汽车减震一样的技术用到这个拉杆箱上。那不管是你有箱子有多重不管在崎岖的路面它都会让你舒适和轻松。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个产品系列叫 Soften， 是一个背包。那这个背包的话，应该是一个从顶端打开，然后于方便取拿的一个产品系列。那对他来说的话，那么他体现了一种，比方说是一种通勤日常旅行，然后说走就走的一种精神这是我们对这两个产品系列的进行发布这是对这两个明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起点。那今天李易峰也会来到现场吗？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带给我们？当然，明星的惊喜的话，应该是目前不应该早说出来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话有很多这个通过一个高新技术的表达，比方全息这个摄影包括还有一个包括 3D 打印都来诠释我们的品牌。就明星来的话，跟这个跟观众跟他的粉丝，跟我们大家，跟媒体的互动，就体现了一种品牌的精神。OK， 那这次在官方商城上线吗？相较于其他的品牌的话，我咱们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呢？那其实呢，就是说 Samsung 在中国市场这有20多年的历史。那在这20多年历史的话，我们不仅是说把不同的品类纳入这个市场，然后同时把不同的品牌也纳入这个市场。同时的话，我们在这个各个通路里面不管是从实体的这个平台包括虚拟的这个电子平台，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我们积累了很多忠诚的消费群体。我们希望有一个中心为这些消费者服务，同时呢，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能够为作为全渠道或者 O2O 打下基础，应该这个时候的话，作为官方商城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么在这个官方商城的前提下，那如何去能够给消费者一些特殊的服务，比方说私人定制另外的话就是说产品首发，那么还有一些比方说一些对这个征集消费者对产品的第一反应和意见，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应该说的话，这应该是说一个新兴里程碑的一个感觉。OK， 那